三剑客门口的燕巢，几天前还看不到燕子宝宝，不过现在全部探出头来，很活泼。不停在下面的车就要小心了，燕子宝宝特别会吃，也特别会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盖伊。大家现在看到这间非常眼熟的健身房，就是平常我拍摄影片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我日常训练的一间。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把它归类为健身工作室。工作室相较于大型连锁健身房，机械式器材较少，场地也来得没那么大，主要是以教课为主的半开放式场地。因为主要器材都是自由重量为主，所以操作起来质量技术性会稍微高一些。当然很多连锁健身房也是会进很多自由重量的器械，所以主要还是得看你的教练或你自己会如何安排训练菜单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蔡药师，大家应该都对他不陌生，影片也常常会出现。不过大家不知道，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这间三剑客工作室的老板。所以很多人留言问说，这间健身房到底是谁的？可以让我在这边胡搞瞎搞，就是他的。我还想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对我平常训练的场所有兴趣，所以想借你的场地制作一集视频分享给大家。OK 啊，你就随便用。我目前训练的场地是在内湖的三剑客工作室，这边带大家参观一下工作室的环境。首先进来我们会看到两台深蹲架，左边右边各一台，接着往内走我们会看到第三台深蹲架，最后里面的器材是第四台深蹲架。大家现在一定在想说啊，怎么都是深蹲架？我告诉大家，健身房最好的两样器材，第一个就是深蹲架，第二个就是冷气，非常重要的两样器材，但还是必须得搭配其他器具来使用了，像是杠、杠片等等，还有像是卧推椅啊，那最好是可调式的。这边还有 W 杠、SSB 安全深蹲杠，以及六角杠。然后这边是哑铃区，有各种不同重量的哑铃，看你要做什么训练都可以。然后接着我带大家去地下室逛逛。那这个区域主要是拿来上团课用的，这边是人造草皮，可以拿来推雪橇用的。然后这个是瑜伽球，还有这边有各种颜色的滚筒，可以拿来做伸展或放松。然后这边还有 TX。大家可以看到墙壁梁柱上挂了很多钩子啊、绳带，这些就是拿来绑 TX 用的，很多条可以拿来上团课。我们地下室有摆各种重量的哑铃跟壶铃哦，还有这一支，这支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支黑黑的叫做地雷管。然后大家不要看它小小一个，它有很多功用的。地雷管搭配杠跟杠片使用，可以做很多动作，像是夹胸推、单边划船或是双边划船都可以。而且大家看到有飞轮，还有不同重量的药球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东西没有很多，也不会太复杂，但是要练出好身材，这样已经绰绰有余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上楼去，简单带大家认识一下深蹲架的使用方式。多功能深蹲架可以运用的训练动作非常多。第一个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拿来深蹲，其他比较常见的像是肩推啊，调整完杠架的高度，加入护杠，卧推之后可以拿来做卧推。那拿掉杠之后可以拿来做引体向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其他还有很多太繁琐的动作，我就先不说了。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休息室。
进来的话是台饮水机。那旁边这一区就是当时跟哥哥拍料理 PK 赛的琉璃台。那上面是置物柜。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工相像的摇摇杯，就是麦普信最近寄给我的。哇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包乳清是最近刚到的，巧克力椰子口味，个人是觉得还蛮好喝的。好了，那这一区就是沙发区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吃吃东西，喝喝麦普信的乳清，聊聊天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台就是飞镖机啊，刚装好的时候大概几个月前吧，那时候大家也是打标打得蛮疯狂的，很久没打了，不知道现在准不准。飞镖这玩意儿斗智不斗力，用的是巧劲，不是蛮力。很久没有打了，有点歪，好不好？不过没有关系，那休息室就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的训练场所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聊聊天、参观参观。老板人都很好。对，好了，那今天就谢谢我们蔡老板提供的场地，让我在这边做拍摄。那以后也就多多关照喽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留言给我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三剑客的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逛逛。我是健人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